杨秀珠归案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。中方对美方及有关国家所给予的协助和配合表示赞赏和感谢。 现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59条之规定，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决定，由浙江省公安厅侦查人员，请你在上面签名捺印。就成为空白的，是中午啊，嗯。